我们家人就在这转吗？一个小舞台，要要俩人转起来，唱的是二人转那么一呼呀呼嗨，唱的是千军万马，好听你们俩呀，好听好听。唱的是喜怒哀乐欢乐开，好听啊！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。那个老大爷、啊，好听的一啊，再来一个。二人转就会一个。名字，兄弟，名。不要招保镖，招保镖谁保镖？保招保镖，招保镖。猪猪侦探能不能当保镖？我能当保镖。保护我，轰轰轰轰要砍。你在你家里面，啊、你找个角落。肯定想砍我。我跟着你。我跟阿怪，我跟阿怪。来，离红屋远点。别怕。等会儿。什么东西？啊？啊？不是，你啊？什么？不是这啊？这三个人是同时炸开的，然后被他妈补了一刀，就是在我面前。有四具尸体，就是啊，有三具尸体同时炸开，但我没看清是谁，然后被仙妈补了一刀，然后我跟被仙妈面面相觑，我选择拍了个警。就是被仙妈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就是我怎么寻思都是警长刀了个好人链，才死了三具尸体，然后那被仙妈把警长刀了，我只能盘出这种情况了，我过了。我跟 3K 在一起啊， 3K 这轮是我的保镖啊，防这个轰轰这个孽障啊，然后补刀必坏啊，在我的视角里只要补刀必坏，我就听那就是警长三刀，然后飞沙妈补了一刀呗啊，所以我这票应该会挂飞沙妈身上，过了。我预言真不像好人，我觉得土地爷听着也不是很好，因为严晨上来反应半天，我觉得他像编的。然后土地爷为什么不好？说不上来，感觉他不是很好。严城编不出来吧？过了，感觉严城。土地爷能是什么好鸟？对不对？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一看背上都插两根毛，你以为他是好鸟？进来顶多是个沙鸟。好，我们回归到游戏。这样攻击。在我这个位置呢，我就要说两句了。前置位我只认同珠一个好，其他的人我一概不谈。严城、土地爷都能出，随便出，悲伤蛙也能出，都能走，好吧？我这边是谁？阿怪。子虎是吧？还是名字？我还忘记了。反正阿怪肯定在的。嗯，你可以归票，阿怪。从这两里面你选得出。哇，只有批猪，你就别叫只有批猪，你叫猪得了。真的是，你不要那人是我，我直说吧。网红死了，所以严城跟土地爷都是坏人。严长给了什么警长刀了个链子，然后悲伤猫又把警长给刀了，咋的？他们四个人死了之后，那网红怎么死的呢？阿怪当时没反应的，好吧，我当时哦了一声，但是阿怪就在我脸上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还让阿怪归票，你真的是个猪啊！我想想看，谁归票呢？要不我这里我归票吧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先把严晨投了，别的没了，出阿怪也行啊，就阿怪跟严晨，点芝麻吧，点点点点芝麻，点到谁就是谁啊，就投严晨吧，过了。猪。怎么了？猫不吃芒果。你，我觉得你对猪的恶意很大。你是不是对我跟同猪跟威猛的小老虎有意见？啊，真是服你了。过。是这样的，我解释一下，是那个布布布和小老虎还是谁中？他们俩警长把好人链撞死了，撞死完之后，我是个复仇嘛，我寻思我这一刀不可能白开吧。不是不能白有吧，然后我把我旁边的考虑递到了，他是个网红，差不多两秒三秒钟就报警了。我觉得严晨的身份大于土地爷吧，他好歹是个报警人是吧。这样的，我本着就是这把已经明着四个好人已经嘎掉了，这把也是猪啊，他也是猪。看乐子的心态，我们把猫不吃芒果出了吧。我觉得猫不吃芒果应该是抿出来有网红的那个狼，我想出猫不吃芒果，我过了。也别着急，我觉得可以出直苦，因为他平常不找我，我是个实在人，他找我必有问题。他问我什么身份，我还没等张嘴呢，网红死了。然后虽然是很刚死就报警了，但是直苦作为丹东第一霓虹，他
不应该没有这个反应，他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我觉得直苦杠刺客芒果有可能是个呆呆鸟，谢谢打打，如果不知道出谁可以把直苦出了，听你狡辩我过了。不是，我是看到了信息了，但是我也在观察你啊芒果，你那边哎了一下，就我因为我一直在和那个轰轰一直在说，我们说互相跟着走。但是哦，说回来，盐城那边的反应我觉得是真的，但是刚才悲伤蛙有说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了吗？我听一下直苦怎么说吧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不是名字，网红死的时候你都没反应，我要拿这个打你，你现在故意让我的。大家都有自己针对的那个人啊，没法就死针对，不像我，我合理的针对每个人。啊，牛逼！啊，我贴好吧，我贴好吧，真是牛啊！我都针对。我操，牛啊，苦哥！在我眼里都一样，这些人牛啊，是个男人样的牛啊！大家应该都弃票了吧？没有。你是真的吗？感觉没有什么仇恨心，也不一样的那种。你别批我呀，都差不多。怎么拿什么来？你先摊牌，你先摊牌。哎，那刚才没有特别恨的，也没有特别那个什么的。我也好吧，我也好啊，我彼此刺客怎么了？我太好，猪怎么了？猫不吃芒果，你也是猪，芒果猪怎么了？芒果猪怎么了？你也是猪，聪明，你改名叫猪不吃芒果吧？聪明猪。啊 ，OK， 我等下改。行，我是聪明猪，张在线，他是笨猪。行。有点卡。我们这样就在这转吗？一个小舞台，要俩人转起来。唱的是二人转那么一个呀呼嗨，唱的是千军万马就看你们俩呀，好听好听，唱的是喜怒哀乐欢乐开，好听啊，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，唱那个老大爷、啊、好听的一啊，再来一个，二人转就会一个，他们说唱的可不错，快来，你别在那儿转了，你上这儿转了。还有吗？你等一下，我 CD 还没好，等一下。哎，什么？我 CD 还没好？谁说他 CD 没好？谁的？别！吓人！干嘛呀？怎么刀我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怪你们那个，我们站起来打了。现在都这样刀了，不是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什么？我报的警。继续去。刚才从那边路过的时候，什么我 CD 还没好，然后过来我们跟 Saki 跟芒果，我们在那二人转了半天了，你过来给他刀了，你说结束吧，我好累，我我的狼队友都死绝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玩了。我也是哦。过。没事儿，我帮你玩。怎么着还不信我这张嘴了？我给你雕狼人，能不能中立站起来打啊？我们就中立赢不行吗？就我们站起来打，怎么回事、啊？你不能走，你留下。怎么回事？你让我对抗这世界，我不能对抗这世界，这是。我这盐城好逗啊，让我叫土地爷，我也不知道土地爷是怎么地爷，好吧，盐城真的好搞笑，我过了，没事，我能帮你记一票，你不要放弃，你还要你要勇敢的活下去，知道吗？我过了。别兄弟，你要说咱中立站起来打，哥们儿他妈跟你是一伙的，你挠我干啥呀？啊，咱中立就站起来打啊！我们三兄弟啊，随手劈出上来虚张声势，说他有刀追我，让我叫他哥，我一眼就看出他的小鬼把戏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，反正死的应该挺窝囊的啊！啊，咱们三中立站起来打，全体弃票啊！过啊，那我们投中立吧，我们把盐城投了啊！过阿怪、啊，你听我说啊。这个中立啊，他那么想你活，那就把他弄死吧，我们帮你把盐城投了，好吧，让你再活一轮，他都说了希望你能活下去，我也希望你能活下去啊，我投盐城啊。谢谢芒果老板，谢谢芒果老板的100个小猪，谢谢芒果太忙，给个波波，我也是中立，谢谢芒果太忙，谢谢有用吗？谢谢芒果太忙，
这么温暖的吗？中立的你们玩的这么温暖的吗？嘿，还真不行啊！的一百个小猪，拜拜了，我弃票了，我先说我弃票了，中立带到，拜拜，拜拜了，不是我看不懂了，兄弟们，拜拜，拜拜。不是，严成，几中立啊？严成，小丑了呀？他给我兜了呀，我是中立啊。完了，那记了那不？所以出不去了，他当个好人都能。那个啥了，我去看一眼。行，我不。这啥？对不上你。我看到了。啊、今天不好吗？今天挺好的呀，我觉得好搞笑。除了刚刚一直搞那个钱有点多了，次数有点多了，但今天还挺搞笑的。今天。我觉得今天贼搞笑，应该还有，是的，咱有的玩，看你带入的谁吧。我不要你这五块十块，因为我肯定也帮你计票，好吧？但我不知道好搞笑、啊、另外一个还在不在，好吧？我过了啊，我在啊，我就不气。不一直说那个钱就好，不一直说那个钱就还行。是的，哎，做兄弟在心中，好吧？猫不吃芒果，搁那装中立，这人真恶心。我铁中立一个，我帮你弃票，好吧？我过了。贿赂局没了，贿赂局主要一开始起了一个头，后面就是凯就提了比较多，其他还好，又不是新朋友提的。你们给我一个痛快的吧，我好受。我带入轰轰就笑不出来了，可是我是沙皮，我又不是轰轰。谢谢洋洋的小猪。别急，我是鸽子，我是鹈鹕。你们在我直播间还能带入轰轰的呀？徒弟也真钩子小丑啊！轰轰怎么死的呀？轰轰，你怎么死的呀？不是，是吧？我迎面撞严晨怀里了，不行吗？我夸击一下撞他怀里，取一下温暖，行不？我真的玩的下头了。谢谢芒果太，谢谢芒果太忙的一百个小猪，谢谢，给个啵啵啵。谢谢领先放花，当警长的感觉真好啊！我冲！